另外就係啲98蚊咧，其實就係我哋啤梨漫步訂閱啊，就每個月嘅即係價錢啦，即係你知小本經營。我同啤梨咧都係攞一個好輕微嘅居馬費嘅啫嚇，咁即係希望大家都多啲支持啦，器材啊、租啊，乜都係錢嚟嘅。即係有時如果我想擴大節目，俾四海又開下節目，俾阿祖利安又開下，俾阿一行又整翻以前嘅主啤梨論英雄，全部都係錢嚟嘅嚇。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，一年就998啦，甚至係即係大家可以繼續去做上嚟做自動轉帳都 OK。亦都多謝阿 Kuma 嘅超級留言啊！